出追神平手，我想陈冠阳在上来做中继的过程当中，一些好的表现是蛮有帮助的。哦，这个球拦下来了，站起来再传。美记手背 ，nice play， 林中南南哥又发威了。我今天在前面呢，已经有一个反向的反手篮球传一垒，这一次是中间方向，我扑倒在地把这个球给拦下来，歇尾的安打被没收掉。这个球真的是美记中的美记了，是打得这么强劲，我看到南哥移动的速度这么快。而且我们看到，其实他最后一个弹跳是有点点，感觉有点不太规则的。是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颗球打出去吧。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弹跳，那是有点弹很高的，但是我们看他手顺势上一捞啊，哇，这身体的素质真的就够好了。哇，这帅，没错，是。